是的呀，起床了。珍珍，干嘛？下小饼。那今天妈妈教你做好吗？好。手套是不是太大了？给我看看。削皮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哦，黏黏的，像小老鼠一样。没有用过刀，对不对？妈妈来教你，一手拿着刀，对着手指头要这样放，这样就不会切到你的手指，知道吧？对对。一，山药切好后放锅里蒸15分钟。可以这样，不给你拍进去。把山药压成山药泥，放点小果酱，你说把面团揉光滑 ，OK。很好，这个擀的。对了，再抓一下，继续擀。对。用模具在大饼上压出小饼，现在开始烙小饼，等小饼变得圆鼓鼓的就可以翻面了。这三个你选哪个？我喜欢这个。爸爸喜欢这个，可以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要记得做给家人吃哦。